我是铁道理想派，主任，我在108年。那个2月9号，龙田站，8:38首，8:45，09:07华新港西路的1215电动加快的举杠，这项行驶自动的举杠。有效等片刻，反正都点不到举杠。然后在龙田站待毙。10车铺用嘛，这项啊，谢谢观看，先讲拜拜。就啥新港能干的铺嘛。509信号系统1215，今天我海信号系统行驶自动的举光，先讲拜拜。